啊，咱就唔免烦恼咱即个身家的代志，你即个家庭的代志啦，事业的代志啦，你即个囡仔的代志啦，你就免烦恼啊。讲心不明了，多求多恼，众事牵缠，所作不定啊，即对即款现象啦，多求多恼就讲，你要求的真多。啊，比如咱一般讲爱求财，啊，咱每工啦，在这个社会上，啊，在打拼，在奔波，主要嘛是为着钱啦，啊，当然咧求财这上主要。那么其他呢，每一个人所有的愿望，各人无同款，真多。那么你的希望啦，愈多，你要求愈多呢，求袂到的时阵，你就起烦恼啊啦。啊，求袂到呢，就失望；失望呢，就真烦恼、真痛苦。啊，佛经上讲求不得苦啊，啊，讲所以讲多求多恼。啊，众事牵缠，众事讲代志真多，啊，给你牵缠条咧，让你无法度安心来修行。啊，比如讲咱要来念一个佛，啊，代志真多，无法度人入来念佛堂念佛。那么所做的代志呢，拢不定，未稳定啦。思想缭乱，会修道业啊。思想就讲这心理上啊，就真缭乱啦，心真乱啊。当然呢，无心情来修道，这个道业都荒废去啊。所以讲会修道业啊，这就是讲咱现主席无法时代。真普遍的这个现象，那么有这款现象，总共一句就是业障深重啦，啊，业障深重才有这个现象，啊，业障若消除，这现象就无了，啊，所以修，啊，咱也是为了凡俗分来修，那么这个监察善恶业报经啊。伊内面有伊修持的方法，啊，但伊修持的方法呢，佫包括即、這个，敢那卜卦啦，啊，占卜嘛。较早我若去买迄个六个论相来咧卜，啊，这卜卦会当卜三世的代志。啊，较早我有去买一盒，但是无时间通去卜，要卜卦嘛有时间啦。啊，尾后我拢用咱导师迄阵传授的一本。观音莲光谱啊，我即马拢卜迄观音签啦，啊，我咧卜观音签嘛真准啦。啊，恁若有兴趣呢，我下回来呢，早归本仔来啊。恁免去抽签啊，我教恁卜观音签。一、啊、观音签呢，毋是我提倡的，啊，我若我提倡的，那小人互人讲我迷信。印光大师提倡的，啊，啊，恁若要骂呢，先骂，先去骂伊。啊，我证据啦！啊，这印光大师文钞有观音灵感谱的书文滴，我有证据滴。啊，所以讲，若要批评要骂呢，唔好骂我家来啊！这不是我开头提倡的啊。这观音灵感谱呢，较方便啦。啊，五个铜线，啊，五个铜钱呢，都会使博啊。啊，这真方便。那么监察善恶业报经伊迄个监法呢？伊有一个系统的这个修学方法，照迄个忏悔法来修。啊，照这个忏悔法来修。那么，伊有曝光咱家己本身，啊，唔知影讲咱倒一种业做较重，啊，对咱家己的呢，这心口与三业，啊，要了解讲咱倒一种业做较重，要爱了解，用这个卜卦这个方式。那么了凡先生呢，伊是家己真有反省的能力啊。佛教禅师甲开示，伊家己反省啊，我家己的毛病、家己的过去一条一条呢啊，伊拢写出来啊，拢发现着。那么有一挂人呢，敢那感觉家己这个毛病过去的发现较袂着啊，利用这个方式呢啊，来了解家己的毛病过去。
多一方面啊较重，多一方面较轻啊，这也一种，这一种方法。那么第二种就是讲讲哦，比如讲这个讲出来哦，这个身业较重，杀生较重。那么这个杀业呢，这个时间有偌久啊？啊，过去生所带来，还是讲咱这世人才开始做这个业？啊，也博这个业的较久较近啊，这个善业恶业呢，拢会当安尼照这個方式来占卜。啊，那么第三种就是博这个三世因果了。啊，这三世因果就讲过去生啦、现在生啊、甲未来生。啊，这个人往生了后，是不是去西方用这個方式当博出来？啊，但是要照伊的理论方法去修了。所以过去有真侪人在甲我问啦，讲阮某某人啊，阮个助念，啊，毋知有去西方问我。后来我甲回答讲，等我来去西方，我才甲你讲。啊，因为我若去就看到嘛，有去不？伊有伫遐无伫遐，我就看到，我即我就甲你讲。啊，我即马伫咧娑婆世界，你问我，我嘛毋知啦。啊，所以即马若有人甲我问讲，啊，阮某人有去西方无？我讲等我来去，啊，我来看一撮。啊，看到呢，我才甲你讲。啊，我即马还无去到遐呢，我嘛毋知伊有伫遐无。啊，那么有真侪人安尼，就真着急啦。啊，唔知影讲确定去西方啊，无去西方啊，即要安怎？尾后我就服务甲无法度啦，就甲问我当着一个同事，就甲问这问题。尾后我讲啊，无你去请占前报警出来，叫伊去占卜啦。啊，伊讲我即马无神通啊啦。啊，那讲我即马有证据有神通，即个讲用神通去看，我看会到。啊，这也无。啊，那么用这个监察经这个方法来监啊，你这个亲人呢，在六道当中去多一道啊，伊是升天，还是搁做人，还是对着畜生道去五鬼道，还是去地狱道啊，也是往生西方净土啊，伊这个卜这个三世因果啊，拢卜会出来啊。但卜这呢，这就真麻烦啦。啊，这也爱有时间啊，照这个如理如法，照这个经的理论方法去占卜啊，这当然当得到确定的答案啊。所以，若有人甲你问这个问题呢，啊，我今日甲你介绍这部经啊，你会使介绍讲《大藏经》有一部这个经，你家去看啊，家己去修。啊，无那当然，直直甲你问这个问题呢，确实咱无法度通甲回答。好，今日时间到了，咱应该就公告即大家。哦，下面即个分量还阁真多啊，那明暗还阁一遍啊，明暗呢，用即会当简单啊，甲大家做一个报告啊，咱明暗啊，再阁继续甲注意报告啊，多谢大家，阿弥陀佛。